三十年前，我去到印尼一个落后的地方做手术咧，嗰、那个止血机啊，系要用个手搞啲电出嚟去止血。孟加拉去做手术嘅时候咧，系冇冷气嘅，大只嘅甲虫咧会飞落嚟咧，扑落个伤口度，同我哋中国嘅边远嘅地方系差不多嘅，落后嘅地方系好多。包括我哋中國大陸咧，喺啲偏遠嘅地方，到今日嚟講咧，慢慢少。話呢本書係一個英國嘅骨科醫生嘅記載，啲街蟲喺街度大便，係有啲蛔蟲喺度。四十年前，我去印度街蟲嗰啲大便一樣係有蛔蟲。呢啲落後嘅情況咧，係好多雷同，反映出嗰個醫療情況嘅落後。群眾運動咧，推動到嗰個農村公共衛生嘅方面發展咧，有咗一個改變，推動到一啲基礎嘅醫療發展。文革更加亂啦，都係赤腳醫生啊，即係話冇強嘅背景、冇經濟支持嘅醫生，佢可能有少少護士嘅知識啊，佢落到農村，佢就可以處理一啲簡單嘅問題。沙士改變了中國的公共衛生，這個災難發生之前呢，所有的農村都亂了農了，之後呢，中國的所有的農村每一個鄉呢都有他的衛生院，有一些鄉村醫生，赤腳醫生現在就叫鄉村醫生。經濟發達了，很多的大醫院了，有鄉鎮醫院了，今天問題出現醫療的體費呢，就是要病人自己負擔，就產生啲看病難、看病貴啦。香港因為你有急症室咯，收得平，仲有醫療券啦，每年仲有津貼啊嘛。表面上唔存在看病難嘅問題，私家醫院好多人投訴啊，亂收費啊嘛。所以香港嘅看病難唔係因為貴，而係因為太平咗太多人，就變咗本來唔睇病難嘅就變咗難。錢能夠買到嘅係乜咧？就是、硬件，就是、醫院。钱买不到的东西，如果普通医生是愿意将他的知识提升的，他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困难只能够舒缓，没有办法完全解决得到。增加资源协调，香港政府正在做，我们每一个人积谷防病锻炼客观求助，我们医疗人员就是认同当仁不让，无论医疗非医疗做到这些方面很有帮助。抗生素抗藥性或者藥物病毒的變種是越來越頻密，我們還可以做到什麼去幫到你們醫護人員去改善？很多病人都有這樣的要求，醫生我回家學啊，即是要不可以缺席的，不可以告假的，你給一些好藥我不要立刻去急症室，自己摸到自己的健康情況，不要靠醫生去摸，這方面當然是一個鍛鍊，說是易，是可以做到的。